主席科技大学社区中者健康检测活动以及联谊会启动，顾健康吃百里。测验的是那个静态的平衡，亲切来引导长辈完成体适应的关卡，包括脚只片、捏手骨、坐姿向前弯、30秒坐姿站立等等，测验柔软度甲肌耐力。我们要做的地方是甲状腺的部分，还要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结节或是囊肿。现今甲状腺癌的发生率渐渐升高，现场嘛提供免费的超音波检查，为长辈的健康把关。现在流行的贴背的游戏，嘛难未到86岁阿妈，伫趣味当中就当训练双手敏捷，嘛帮忙检测血糖甲血压，互因饮食上的叮咛。刚刚问的那个小姐说，我的血糖有高一点点，因为我喜欢吃零食、吃糖果，现在我要去改了。我现在到那个我们的呼吸站啊，有跳跳唱唱，有大家一起就很快乐，就很健康的啦。结合护理、医管、医防等教授以及专人教育五个科系师生，跨领域建立健康教学平台，希望收集社区长辈第一线资料数据，分析华人高龄长者健康问题，提供解决之道。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带领下到了社区，其实他对这个社区慢慢他就会有感情，那他才有可能留下来。那所以社区关怀，然后特别是高龄的这一块，我们希望能够朝着高龄健康促进的一些活动，然后来设计。那咱这即几个运动，就是互你的脚头烂。学生嘛，准备简单的激烈甲预防失智的运动。社区长辈因伫个冷飕飕的天气当中暖身躯，嘛得到搁较侪知识，为家己的健康把关。台视新闻社云山邓明仪华联报道。